本超上哦。好，那你们今天作业有没有问题？哦，你们今天作业有没有问题的？写完了吗？就写完了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燕君呢？又陈应涵都没有。好，那我们再等一下英文班下课。哦，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上课。哦，燕君说还没写完，好，慢慢写。那还有点时间哦，可以利用现在时间再写。那平常都还不急，好，学校作业先把它完成。新来了，对，下课了，好，然后陆陆续续进来。好，那小朋友先帮我把联络本抄起来。那再一下啊，平量准备好。好，那我们等下就准备开始喽。好，我已来了。好，再一分钟，哦，再一分钟。OK，好，抄完了，那帮我把平量准备好咯。好，志成来了。OK，那我们就要开始喽。
好，那帮我把国语评量拿出来。那你联络本还没抄完的，没关系，最后还有时间可以抄。哦，那国评先帮我拿出来，那我这个就先关掉了。好，波宇来了，一样我们哦，翻开国评哦，今天我们国评要看96页的地方，96页。好，那我们一起把96页来把它做完。现在都有看到了哈，好。好，来，第四大题，选字填写填代号。那有给你的代号 b 泼吗？哦，b 是记，p 是抹，m 是角。那他要我们把它填进去。好，那第一个他说他将油漆怎么样拌后，然后要填入什么在墙上？看看要填什么？他将油漆搅拌后，哦，搅拌后，抹对，油漆搅拌后，哦，抹在墙上。好，那他将贺年卡怎么样出？应该是就第一个了嘛，哦，寄出，哦。寄信的寄，哈，寄出的寄。好，第三题，哈，他来给我们的是刷跟击跟挤。好，那来看第三个，他说他抢着怎么样进刚停好的电梯呀、啊？激进，挤进对不对？激进。哦，那其实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好、哦、啊，抢着挤进刚停好的电梯，很危险，很容易被门夹到，哦，被电梯的门夹到，夹到很痛哦。哦，那或者是我们有坐大众运输，或什么捷运啊、公车啊，哦，我们都不该哦去挤要刚要开走的那种捷运啊，或者是公车，哦，很容易被门夹到，那很容易很危险。那第四个，那我把什么在缝隙的污垢怎么干净？我把。鸡在，鸡的鸡，地缝的污垢刷干净。嗯，对，刷干净，对，嗯，鸡在细缝的污垢刷干净，好，这个没有问题了。好，第五个，他说框框中的语词意思相近的画圈，不是的打叉，好，所以圈叉你都要做出来。好，第一个，他出门忘记戴口罩了，跟他出门难忘戴口罩有一样吗？有一样吗？不一样吧，对不对？一个是忘记，一个难忘。难忘会用在哪里？难忘的回忆，对不对？难忘的事情，哦，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好，那第二个，他说他害怕确诊新冠肺炎会连累家人，还是拖累家人？有一样吗？连累跟拖累有没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会牵连到的啊。连累跟拖累，可以吗？好，第三个，那欣赏当地茶园风光跟欣赏当地茶园风景有没有一样？是一样的，好，都是形容景色，嗯，风景。好，那看到第六大题喽。好，那这个他叫我们要先圈出不对的语词，所以你要圈出来，哦，没有圈就错了哦，哦，然后再填入正确的语词代号，哦，那一样他给我们的这些代号。好，那我们来从第一个看，他说病毒经常疲累在门把、水龙头和电梯按钮上，我应该把什么圈起来？错了，要改成累我要改成累积。好，应该不是疲累在门把吧？好，应该是累积哦，因为很多人去触碰，所以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细菌，所以门把、水龙头、电梯按钮很容易都会有细菌在上面嘛，哦，病毒在上面，哦，我们碰过了后一定要洗手哦，要常洗手。好，那我们学过就划掉了。好，第二个，那疫情期间，许多医师在电视上叫醒大家戴口罩、勤洗手。我要圈什么？提醒。嗯，提醒，对，是应该提醒大家，所以我应该把叫醒圈起来，对不对？叫醒是错的，
哦，提醒大家戴口罩、勤洗手。哦，好，第三个，有些人打完疫苗后出现微小饥饿感，特别想吃东西。我要圈什么？微小，我要圈什么？巨大。对，哦，巨大的饥饿感。哦，打完疫苗，有的人会这样哦。那不一定每个人会这样，都会这样子。好，巨大的饥饿感。好，那第四个，接种卡上记忆了疫苗名称、接种日期，还有医师的签章。那错什么嘞？记忆记错了，要改成记录。对啊，哦，应该是记录。哦，在上面都有记录的名字啊、日期，那是施打是谁，然后哪个医生看过，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资讯嘛。好，那第五个，听了专家解释，我们一家人觉得病毒的突变十分生气。不是生气，改成病毒，十分生气，对不对？哦，一直不断的在突变，一直突变，哦，那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OK， 好，那有跟上吗？第六道题，好，那么做完了，那下次上课我们就平量就要全部结束了，吼，国语我的部分我们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只有把96页把它完成。好，那好的，那帮我把那个数学拿出来，然后把数学平量拿出来。好，数学哈，来一样是总复习的地方，那是7到9单元的，那后面会就是就全部的单元了哦。那今天是写7到9单元的部分，那我们就来写写看，来写一下你还有没有记得哦。哦，我来当做复习了哦。好，那来听听看，来说第一个。来，15公分等于几毫米啊？150毫米，对不对？是没错的，150。好，1公分10毫米，可以吗？哦，所以15公分就乘上十的话，就是150，没错哈。后面加一个零。哦，好，那39毫米等于几公分？几毫米？3公分9毫米。OK， 3公分9毫米，哈，这个都很基本，哈，我们应该都很厉害了。好，那量一量右图纸条，来，请帮我拿出直尺，帮我量一下这个。7公分6毫米。再一次，再量一次。7公分7毫米。好，请每个人都要自己量一下，哈，自己公分几毫米。那下面也帮我填一下，那他说要换算成毫米嘛，那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要换成公分，那记得哈，公分这一个他有特别标注说要用小数表示，对，这个我要用小数表示哦。好，那你们量出来了应该是多少？7公分7毫米。错，好，那我换算是几毫米啊？老师，之后量出来是7公分6毫米。7公分6毫米吗？不是，我量是7公分7毫米。哎，你再试试看好不好？我也是。你会不会少看了一小格？在有没有对齐？哦，应该是零要对齐在这个地方哦。从最前面这边开始量到蓝蓝的这边。哦，两端蓝蓝的这个地方会基准哦。好，哦，那好，那7公分7毫米是几毫米？77。没错，77。哦，这没问题。好，那小数嘞？小数我应该是多少？7.7。哦，我们唤醒之前的记忆了。
好，来第四个，36毫米加2公分6毫米的几公分几毫米。好，来请帮我算出来第四题跟第五题，现在马上。好，老师我算好了。好，那我们稍等一下。好，来可以请，请谁？好，来燕君，好不好？燕君来帮我回答一下，第四题你算几公分几毫米？六公分两毫米。六公分几毫米？再一次。两毫米。好，六公分二毫米，对不对？好，好，六公分。好，没错，因为我后面的6加6加起来是12，超过了1公分10毫米，所以我讲过超过10的话你就要进位，对不对？把各位留下来，10位要进位。好，那第五题11公分减5公分1毫米，来请雨欣帮我回答好不好？第五题5公分9毫米。 OK， 很棒，5公分9毫米。好，来第六题，我们一起看。好，它很好，好，公分毫米都直接给我们了，我们就直接剪了嘛。那要借吗？需要，对不对？跟前面的借。好，七公分毫米减五公分七毫米等于几公分几毫米？好，来请。好，来请宜萱帮我回答好，宜萱。第六题，你算多少？好，时辰又可以，等一下会叫你啦，好不好？有表现的机会，很棒。宜萱可以吗？第六题哦，吼、哦，啊，你麦克风要记得开，是不忘记开了？一公分三毫米。一公分三毫米吗？是吗？对。一公分，吼、哦，你再算一次好不好？吼、哦，再算一次，再算一次是几公分几毫米。好，来陈佑来帮我回答几公分几毫米。一公分五毫米。没错，一公分五毫米。好，一公分五毫米。十减七，好，十减七是三，那上面的二我记得要加回去，对不对？三加二是五，好，五哦，一公分五毫米，可以吗？宜萱可以吗？可以了，好，好，好，那再下来。好，来18乘9等于 6,162 除以9等于多少？齁，那不需要算，直接用看的，所以花不花填多少？ 18。 OK， 那第八，440除以8等于 55， 55乘以8等于440。 没错，440。 好，440。好，第九，框框乘以3等于357，所以框框里的数字应该是多少？哦，来，请帮我算出来。119，119。对，好，那119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啊？357去除以3。没错，哦，我要推回去，所以357去除以3。好，那帮我算出来，那应该会是119。哦，自己要算哦。哦，算出来是119才是正确答案哦。哦，那如果不是119的话，那你应该就不会是整数哦。哦，不会有余数哦。好，那往下看，来第二大题。他说有200个绿豆碰包装成伴手礼，每6个装成一盒，最多可装成几盒？那还剩下几个？那一样，他叫我们要先记录问题，再200除以6，对不对？哦，等于33.2。好，那我列式就是200除以6。阿、啊、帮我写仔细，横式、直式我都需要哦。
哦，两百除以六，所以我两百去除以六，好，六三十八，二十，对不对？六三十八，好，二十减掉十八，应该会是二。哦，那你算出来应该要是三十三余二哦。好，小朋友你们要自己算出来哦，三十三余二。好，那验算来考一个，看考考谁。好，来，佑成可以帮我算一下验算。其实我要怎么算啊？我应该要怎么去验算？做验算这个地方，佑成可以吗？三十三乘。乘以几？六。对，齁，没错，齁，我算出来的商，齁，要先去除以我的除数，对不对？三十三乘以六 ，OK。齁，那最后我要加，因为有余数，齁，剩下的我要把它加过去，加上去。齁，六三十八，六三十八，齁，十八加一十九，所以一九八。哦，那198我加上我的余数会不会是200啊？ 8 90进一十再进一，哦，是200 OK。 哦，那就代表，哦，我算对咯。哦，200，哦，200没错的。哦，那 Ada 记得要写。哦，算这么辛苦， Ada 一定要记得写啊。好，那他说最多装几盒？33盒。哦，啊，两个问号，然后咧剩几个？剩两个，哦，剩两个还没办法凑，哦，没办法装成一盒嘛。哦，那两个。好，来最下面这里。好，他说什么？一笼小笼包有七颗，那小笼包专卖店今日卖了好几笼，购卖出301颗小笼包，那专卖店今日卖出几笼小笼包？我要怎么列式啊？哦，我要列式出来哦。七除以框框等于301。七除以框框等于301吗？是吗？我总共一笼七颗，我卖出了好几笼，好几笼，好几笼。七要除乘上，应该是要去乘吧。好几笼我才会有301。七乘以框框等于301。对啊，对不对？我应该越算越大，我越算越大，我怎么会用会用除的？哦，一笼有七颗，乘上我不知道今天卖了几笼，会总共卖了301，对不对？好，好，那我要算出来的话，我才会是301除以。七，可以吗？哦，那好，301除以七，请问算出来是多少？你们帮我算一下，应该是几笼？43笼，对不对？大家有没有都算43？43对不对？好，没错，那就是43。好，那一打记得写。单位记得写，好，哦，43笼。好，好了，我们就进到下一题喽。好，来到这边一对一题，第二题，好。好，他说什么？一群学生平分成八组进行闯关活动，那每组刚好有12个人，那这群学生共有几个人？我要怎么算？框框除以八等于？除以八等于？对，哦，很好，哦哦，想一下哦，哦，想一下题目，我应该怎么去列式？框框我应该摆在哪里哦？哦，我要算出共有，我最不知道的那个大数字嘛，框框除以。平分成八组，对不对？平分成八组，那刚好一组
有十二个人。好，框框怎么算？十二去十二乘以八。八，好，它是除的，那我就是变乘的。好，那十二乘八，请问算出来多少？那我帮我算一下，九十六。好，没错，九十六，八二十六进一，哦，八一八加一九，九十六，哦，九十六人，可以吗？有算对吗？有。好。好，来，下面有看到第四大题吗？第四大题我没有要讲，我要让你们自己写。哦，我们前面是不是已经写过了很多这种表格的这种回答那个框框总题目，对不对？哦，表格的这种题目，哦，自己要去看，哦，练习一下，哦，自己练习一下。那这个就当就是回家作业了，好，记得第四大题要帮我完成。好，那下礼拜一我们会一起再来检讨一下。那它有两个表格嘛，好，有两个表格，好，去仔细看一下它给了你什么资讯。好，那题目问什么，那你就去找，哦，去对应得到，然后就找到答案，好吗？好，那数学可以先帮我说起来了。那我们把赶快把自然拿出来喽！好，那数学都有跟上吗？可以了哈。有。OK 了哈，那我就关掉喽。那还没好的，你可以举手跟我说一下。哦，如果太快的，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OK， 那就换到自然。好，那我自然来。自然今天是要从75页，好，76页。我们今天自然就全部结束嘞。好，75页、76页，好，我们来把它做完。有看到了吗 ？OK， 好，那75、76，好，我们来开始喽。哦，小朋友，你边写就要边复习喽。哦，如果老师讲到哪个部分你不懂，你就要赶快举手问，然后或者是做个记号。你等一下有可以去找一下你的课本的重点，然后去把它这个地方弄你不懂的地方弄懂了。好，来看到第三题，翻到75页，自然75页。好，他说有四只脚，那躯干有一个大壳，头部可以缩进壳中，那是在描述哪种动物？乌龟。对，吼，就只有乌龟，吼，上面 有那个重重的壳，大的壳。那蜗牛也有啦，吼，蜗牛也有，可是他说的是有四只脚嘛，吼，四只脚，那蜗牛是没有脚的。好，第四个。好，下面哪种动物利用身体一伸一缩前进？蚯蚓。没错，蚯蚓。哦，这个应该马上就能反应出来了哈，一伸一缩的前进就是蚯蚓嘛。好，第五个，下面哪一种动物的身体构造跟其他三个不同啊？它找出不同的。鱼，它会有尾鳍。对，对，你看第一个羊，第二个马，第三个狗，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它们都有四只脚，对不对？鱼没有，哦，鱼没有，鱼只有鱼鳍嘛，跟尾鳍。哦，那它们是在陆地上行走的，哦，那鱼是在水里面，是在海里面的，哦，就是不一样。好，第六个，那袋鼠擅长跳跃，主要因为身体具有什么样特别的构造？后脚粗壮有力。对，后脚粗壮有力，从后面弹跳起来，对不对？弹跳起来，记得哦，一定是后脚粗壮有力哦。那还可以想到什么样的动物也是这样？除了袋鼠还有什么？兔子。兔子，对不对？兔子也是。还有吗？青蛙。青蛙，对，这三种动物都是
这样的构造的哦，都是用跳跃型在走路的哦，在行走的哦。好，第七个，那下面哪一种动物具有翅膀，而且可以在天空飞？天鹅。哦，对，天鹅。哦，只有天鹅可以飞上天空，企鹅跟鸵鸟它们有翅膀，可是它们没办法飞。哦，那狗狗，那它就是连翅膀都没有。哦，它就是不对了，第一个删掉。好，第八个，他说在野外看到受伤的小动物应该怎么做啊？我们应该怎么做？通报野生动物急救吧。没错，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寻找那种专业的人员嘛，他们比较懂，他们就是专业的。我们不会，我们就不要自己乱处理哈，交给他们哈，野生动物急救站。好，第一，那打119可能他还需要帮你再去通报野生动物急救站，那就可能就会浪费更多时间，好，能帮小动物救援，好，那到底家饲养跟把它埋起来都是错误的动作。好，那看到下面。好，来，请帮我把尺拿出来哦，吼，尺拿出来。他说环境影响动物生存，所以下面的动物如何适应环境啊？哦，这其实应该我们都有看过了哈。那第一，来看到 B， 他冬天的时候会躲到山洞里冬眠的是谁？棕熊。棕熊。对，熊哈，熊冬眠哈，棕熊。哎，哦，怎么变这样？稍等我一下。好，那 P。会迁徙到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黑面琵鹭，没错，黑面琵鹭。好，那猫身体颜色和绿叶相近，不易被发现。树蛙，对，树蛙绿绿的哈，整只绿绿的，有吗？上次有讲到啊，你们有没有去看图片？好，上次有哈，那我记起来它长什么样子了哈。好，再来，毛色会因季节变化而换毛变色的是谁？北极狐。对啊，北极狐。OK， 好，这都没问题。哦，每一种动物的特征，哦，它怎么样生存，你要记得很清楚哦。好，再来下一页，76页。好，那帮我把这个完成好吗？来，他叫我们要填部位嘛。好，来，请问第一个我要填什么啊？翅膀。翅膀或是什么？我还可以再写一个是什么？哦，翅膀跟肢。等一下，肢好不好？再帮我补一个上去，肢。哦，翅膀跟肢，好，帮我写上去。第二个勒。头，对不对？头。好，就写个头。好，第三呢？第三是什么？躯干。好，躯干。躯干会写吗？会。好，第四个呢？脚。对不对？四只，啊，就帮我写只跟脚好吗？只跟脚哈，都写上去，只跟脚都写上去，可以吗？好，这个部位啊，每种动物的部位哦，前面有一张图，请你要牢记起来哦，哦，或者你的课本，善用你的课本的图片去多看。好，那我把它清掉。好，帮我对一下，然后你的字有没有写对啊？好，字帮我要写对啊，记起来。好，可以了吗？可以了，就往下面咯。OK， 好，来，下面哪些行为是爱护动物的表现？哇，这个我们非常
会了，对不对？好，对，那个安静赏鸟是不是爱护动物的表现？对，对啊。好，你不要去惊吓它、惊扰它嘛，对不对？我害它很紧张，哦，这样对它很不好嘛。那第二个，食用野生动物不行，绝对不行嘛。那捕捉野生动物也是不行，好，捕捉。好，那第四个，设立防护网呢？可以，可以，好。就是让它不会，就是我们车子走在路上嘛，那它可能飞太低，容易就去撞到我们的车子啊，撞到人啊，好、哦，这样就是很非常危险哦，因为高速冲击一下去撞到它，可能它就受伤，然后可能就死亡了。好、哦，那第五个新建生态廊道呢？有没有看到生态廊道可以，对不对？认养代替购买 ，OK， 非常好的哦，好。好，来往下看咯。哦，来，又来了，哦，这个瓢虫的生长过程，哦，有没有记起来啦？哦，讲好多遍咯。来，它生长过程从出生到出生开始的前后顺序一到十，请问一我要写什么？一是哪一个？卵。哦，卵，再来咧。幼虫。哦，幼虫，再来。蛹。成虫，成虫，哦，有没有背起来啦？哦，卵、幼虫、蛹、成虫，哦，它的出生顺序，哦，这个一定会，可能不是用图片呈现哦，哦，用文字叙述呈现也可以哦，哦，你一定要背起来哦。好、哦，好，第五个，那四季变化影响我们生活，那哪些活动在什么季节进行呢？那我们就把它填进去。第一个，那吃冰消暑应该是在什么天？夏天，哦，不用怀疑，就是夏天。好，那第二个，泡温泉避寒，冬天嘛，对不对？我们都夏天去泡温泉太热了吧？嗯、哦，好，外出赏樱呢？樱花，还记得吗？是什么时候？春天。对，春天。好，那吃柚子跟月饼呢？秋天。对，好，我这做会吃月饼、会剥柚子的时候是这什么时候？中秋节，对不对？就是秋天了，好，中秋节哦，好，好，好，那我们自然就结束了哦。我们自然全部都写完了。哦，那你还有重点不熟的，赶快哈、哦，要赶快复习咯。好，来，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跟你们休息一下。好，那休息到十分，哦，十分的时候，请你们要回来。好，那我们要进入社会，哦，社会有比较多要讲。哦，好，那赶快去上个厕所，喝个水。
好，来回来了吗？好，都回来了吗？有，好，有反应了。那其他人嘞？OK， 好，看到了 ，OK， 好，那帮我翻到，作品先帮我翻到90页的地方。好，昨天的作业我们要来看一下。好，来，就进入到我们昨天的作业咯，来，那我们先来对一下是非题的地方。好，有写吗？你们都有写吗？哦，江娜，你们有，记得写哟。哦，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非题的地方，来，请帮我对一下。那你没有写的哦，请你不要抄哦，请你不要抄哦。再找时间一题一题把它做完就好了，那抄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哦。哦，你也复习不到，反而是害了你哦。好，一会儿说全对，很好。好，那我们来看到叉叉题的地方了。好，那他说什么？第四题，小学生，不对，第三题哈，行政机关的网站只有公务人员可以使用，一般居民不行，可以吗？行政机关的网站。可以啊，我们可以那个、网络搜索哈、进到那个网站去看一些相关的讯息嘛，然后公布给我们知道的讯息啊。那所以我们一般居民也可以使用啊。好，那第六个，那与学生讨论问题是为了节省讨论时间，应该忽略同学的意见，以自己的想法为主。好。是错的，应该要尊重同学的意见嘛，那也要去聆听，要去采纳一下人家意见嘛，你们可以再共同讨论出一个更好的嘛，不可以就很自私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想法，不然，你们是一个团体嘛，应该是一起讨论出来的，好，第七个，为了提醒居民不要在禁烟区抽烟。所以我们应该制作大量的宣传单，并且张贴在居民可以轻易看到的地方，例如什么电线杆、商店外墙、街道树干的。哦，差，那差，为什么不行啊？因为电线不能。因为它，你随便张贴会造成环境脏乱嘛？我们是没有讲，我们昨天那天，昨天是没有讲，有什么办法可以？请谁帮我们张贴公告？里长，大家常常可以经过，可以看到地方嘛，或者是你们有一个公布栏，贴在那边啊，你不可以随便乱贴啊。像我们会路上看到电线杆啊，或者是街树上，有时候会有宣传单，你看过去就很丑，对不对？那也是乱七八糟，整个市容都丑丑的。哦，那你有想过这种宣传单掉到地板，然后嘞，那谁处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以乱贴的。好，来下面选择，来，等一下，好，选择帮我对一下，4跟3，可以吗？这两题 OK 吗？选对很好，他说无法透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家乡的问题啊。自己想象绝对没办法嘛，你一定要去实际去了解去看嘛，要去访问嘛。好，那第二题是什么？社区图书馆内不可以做出什么行为？3，看到书上有自己需要的资料，直接私下带回家，这绝对是不行。我们讲过了，这是大家共用一起看的书，你毁坏了，那下一个人要怎么使用啊？怎么去看呢？好，那我们昨天91页是不是都讲过了？好，上面选择也写过了。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地方了。好，来帮我翻到92页。
然后翻到92页的地方哦，单元进阶题，那就是要我们来阅读啦。好，那他说什么？小雅一家人每天吃完晚餐后都会一起坐在客厅里聊天。好，那有几个人在讲话？一二三四四个人。来，我想请四位同学帮我分别念一下，好不好？好，来，请那个谁，那个赵博宇，好不好？赵博宇帮我念爸爸的部分。我最近去公园运动时，发现公园的地上有好多烟蒂和狗大便。OK， 好，来妈妈的部分，来请来硬涵帮我念好不好？硬涵帮我念妈妈的部分，这里除了烟蒂。除了烟蒂和狗大便之外，还有许多空的保特瓶、垃圾袋，整个公园看起来非常脏乱。OK， 好，那小雅的部分，我想请文宇帮我念好不好？文宇来帮我念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呢？好，那哥哥的地方来稍微长一点，来，我想请志成好不好？来，志成帮我念好吗？志成在吗？哦，志成帮我念一下哥哥的地方。可以吗？OK， 好，那你的麦克风是麦克风的问题吗？好，那来帮我请那个易华帮我念好不好？哥哥的地方。当然，为了维护居民的生活品质，捍卫我们使用公共场所的权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OK， 好，那我们来一起看过，那你们应该也能大致了解到底是什么问题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他说，除了公园之外，还有哪些场所或设施属于居民共用的公共资源？请打勾。什么叫公共资源？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大家要一起维护的，就假如公园一起使用的。那第一个社区图书馆是吗？是，对不对？好，图书馆大家都可以去。那第二个社区的运动场呢？对，也是。好，大家都可以去运动嘛。那第三个居民家的庭院，不是，哦、不行哦，哦，人家家里的庭院，你给他私闯进去就私闯民宅，然后会被警察被抓走。哦，第四个，那里长家的客厅呢？不是，那是里长家的。好，第五个社区活动中心，对。好，第六个学校办公室，对。学校办公室可以吗？不行吧，学校办公室是学校的东西耶，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吗？是吗？不行，不是吧？对，老师应该是。给老师或者是像校长他自己有一个办公室，对不对？那是给老师们用的啊。哦，那是属于学校的财产哦。哦，不是我们公共资源哦，不是我们想进去就可以进去哦，随便乱进去的哦。好，那第二个，那造成公园脏乱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啊？打勾。第一个，居民缺乏公共性。有。好，公园垃圾桶太少。没有，有，垃圾桶太少也是有，因为，公园垃圾桶太少，所以就会，大家可能就，不会想要折返回去，哦，那个垃圾桶丢。那我一个可能一个段距离一段距离设一个垃圾桶，那大家看到就会比较愿意去丢。那我是觉得啦，
好，垃圾桶多不多少不少，你也不可以乱丢垃圾嘛，对不对？好，那没有垃圾桶你就自己带回家丢啊，或是找有垃圾桶的地方丢嘛。好，那第三个，那没有清楚张贴禁烟公告示牌嘞，公告示牌，对，也是，好，你不清楚，可能你家就不知道那边禁烟嘛。好，第四个，那没有明确规范与标示遛狗相关规定，也是嘛，对不对？是。好，那如果你这边不行遛狗，好，不行带小狗来这边散步，你就贴出来让大家知道说这里禁止。好，那我们就会去别的地方，哦，找寻哦可以的地方，我们再去那边。好，第三个，那时候哥哥和小孩一起想了几个解决方法。好，那适当的画圈，不适当的打叉。来，第一个，向里长反映，这个 OK 吗？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可以呀，对不对？哦，那里长也会去想办法，看怎么能一起共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第二个，躲在公园角落，一旦发现乱丢垃圾的居民，立刻把对方绑起来带去警察局。不行，以暴制暴吗？好，那他乱丢，你可以跟他讲，或者是怎么样，交给我屡劝不听，警长啊，对不对？或者是真的很坏，或是怎么样的？哦，就交给警察去处理。哦，你擅自把人家绑起来，你也是错的。哦，限制人身自由。哦，你这样绑架人家吗？哦，第三个，进入区公所网站，将公园的问题上传到意见信箱，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对，没错。哦，这个事情机构哦，机关帮我们处理。好，那我们就来翻到94页。好，就是事业的地方。哦，那我们来93页是5到7单元了，哈，都是总复习的。好，那我们一起把配合题先做掉，好吧？好，来看这边。哦，它说下面地名与气候有关，跟气候有关的写一，地形有关的写二。植物有关的写三。好，那我们来看哦，下面这几个六个，你有办法看到云林县赤崁乡就去联想出来是什么吗？哦，我之前一直叫你们背，为什么要背？植物，对不对？那请问你想到的是什么？赤崁乡，我们那时候讲到是什么？赤崁树，对不对？赤崁树，所以如果反过来问你，赤崁树，你有没有办法讲出来云林县赤崁乡？哦，你要把它背起来哦，好不好？好吗？哦，你看它都这样子考出来了。好。哦，那如果你还没有记清楚的，请你赶快的，哈、哦，赶快把它背起来。好，第二个，屏东县恒春镇嘞，是跟什么？是气候。气候为什么呢？四季如春嘛，对不对？恒春，所以它才会叫恒春，可以吗？哦，要有办法像我这样子，能把它想出来是什么东西哦。哦，重点是什么？那第三个，新北市石门区呢？与地形有关。好，那是怎样的有关？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那边观光，去那边拍照，对不对？那石门区是什么的地方？是不是有个拱，很像拱门的那个山洞，对不对？对，可以穿过去望过去就是一片大海嘛，对不 对？可以吗？可以。哦，好，第四个，那新竹县的五峰乡是什么？与地形有关。好，五峰乡，请问你想到的是什么？五根手指头。对，那叫做什么？五指手山，对不对？五指山。好，第六个，第五个，
云林县二仁乡呢？跟什么有关？你想到什么？那时候讲什么？两个相连在一起的山丘嘛，所以它叫做二仁嘛，对不对？所以跟山丘有关，应该是什么？地形，对不对？可以吗？哦，记起来哦。哦，这个好像比较陌生一点，对不对？哦，两个相连在一起的山丘哦。好，两个相连一起的山丘哦。哦，第六个，那南投县竹山镇呢？跟植物有关。那我想到什么？竹子，对不对？竹子，好。嗯，所以这个题目做下去就知道你有没有熟了嘛，对不对？哦，还不熟的，加油咯。好，第四个，关于苗栗县苑里镇的发展故事，正确的请你打勾。好，来第一个，他说什么？早期曾经因为生产有特色的蔺草编织品，使得小镇发展日益兴盛，是吗？这个是对的吗？苗栗县苑里镇，你想到的是什么？对，想到谁？那个人物是谁？洪秧，对不对？哦，那洪秧我就会想到什么？蔺草编织，对，所以它是对的吗？对，好。第二个，当地蔺草编织品曾经因为被塑胶制品取代，使得小镇发展面临困境，有没有这个？不，没有。塑胶制品呢？塑胶品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有哦。所以嘞，之后怎么办？年轻人回到小镇里，对不对？去帮忙重新发展起来呀、啊。对。哦，是不是有教学，教人家怎么编织蔺草？哦，或是设计什么课程，或是展览，这才让大家又慢慢的知道了。好，第三个，那近年来苑里镇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乡发展，的当地特色产业日渐没落，有吗？没有哦，应该像我跟他讲的。哦，大家回乡发展，把当地特色的产业就把它怎样，渐渐的把它兴盛起来。兴盛起来。好，第四个，当地为了传承蔺草编织工艺，特地开设相关课程，提供。对。没错。好、哦，没错，哈、哦，这个是对的。可以吗，小朋友？好、哦，像我讲的哦，苗栗县苑里镇出来，你就要去想到什么东西。哦，洪秧，然后蔺草，对不对？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页，93页，对不对？那93页，请你哦，帮我第一大题、第二大题写完了，帮我当回家作业把它写完，可以吗？写完了。好，写完的，那你请你要帮我再确定一下你的答案，好不好？哦，不要贪快， okay. 贪快，然后这边乱猜，不会的，打记号去找答案。哦，这才是你做题目为什么要做题目的意义嘛？哦，让你发现你哪里不熟，我、哦、就赶快去讲，去读书，好、哦、加深印象，好吗 ？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边，老师再见。OK， 好，啊，拜拜喽。再见。好，那那个联络本还没抄的，哦，先不要走，帮我抄起来。哦，今天有些地方要写功课的，哦，你这样你才会知道要写哪里。老师再见。好，那你抄完的你就可以先，刚刚有抄完的你就先下线了。那还没抄的，我帮我抄一下哦。
老师再见。好，拜拜。